老师、各位现场的嘉宾朋友，还有超马的家人，以及在 FB、还有 Facebook、还有 YouTube 上面的所有的超马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很荣幸大家来这边，在礼拜四外面这么炎热的天气的一个晚上，来到这边一起来参加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爱与感恩的分享会。那我是主持人，我叫智陀。那想必大家来都是因为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书所感召而来的。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呢，有很多天地宇宙里面的大智慧。那就我自己本身而言，我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然后让人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以前我自己家里面是暴力家庭。然后爸爸妈妈的关系都不好，可是也因为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读了《弟子规》，才让我了解到什么叫做孝顺，然后也因此改变了家里，那甚至也改变了我很多经济层面上的状况。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很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分享会，那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都非常的精彩可期。而且是在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之后，更让他们的人生有着无数非常大的转变。那首先在介绍第一位分享者，我们的金丽姐之前呢，其实金丽姐她在早在去年的11月20日，小弟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真的在乎你这个讲座，她参加了这个讲座，然后才了解到了超级生命密码是他在人生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在7月15日开始的这些讲座里面，金丽姐在开始之前，她也在我们的天元戏剧团里面有很大的支持跟帮忙。那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女主角是罗网嘛，对，是马来西亚的佳姐。但是在这个期间，嘉姐因为她远在马来西亚，所以没有办法来配合演戏，等于算是在视讯上面在虚空中在配合着。但在这之前呢，都是我们的金丽姐在帮我们当我们的临时演员。所以在这中间，我也感受到金丽姐慢慢的，她的身段还有她的心都变得越来越柔软。对，我们差一点都快相爱啊，没有，对，这个不好意思，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上演的这一出戏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入戏，这才是重点。那也因为这样呢，金丽姐她也从本来接触超马之后呢，她才了解到，哎，她选择了超马，她想要在她本来正职的这个工作，她觉得想要有一个推广超马的机会，然后他才卸去了他正职的一个工作，然后选择了现在兼职在帮人家上班，然后又一面推广的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到的钦佩。那现在就欢迎我们的金丽姐来帮我们做分享，谢谢。老师好，各位亲爱的超马家人，大家好。感恩天地，感恩宇宙。上台就是很感动，你一定会感恩天地。那刚刚智陀讲的真的很好笑，大家看到我，我很像应该演他丈母娘的，我家有女儿，可是偏偏让我回到年轻时候演他的女朋友。今天真的很有缘来到《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那《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我为什么每次上台都很喜欢握着它？那是因为它给了我人生重生的一个机会。早在20年前，那时候我因为就是我们年轻都很喜欢跟会嘛，然后跟会也很喜欢很鸡婆，就帮人家也邀约了很多人。然后就那个时候，那个会都好大，因为家里有亲戚就是为了买房子，我们就很好心的就约了好多同学啊、朋友啊这样子。
那没有想到，其实有一些人他想要跟会的时候，实际上是财务有受困境了。那就是我们自己也不了解，也鸡婆，也想说，人家都会跟我一样有信用，我自己不做，就是倒人家钱的那个人，我相信别人也不会。可是偏偏不进来，那就是同学好多就是这样子标了会以后就帮你这样倒掉了。后来就是这样一连串很莫名的，人在磁场不好能量低的时候，我们现在才懂能量低哦。那时候只觉得说自己为什么那么的倒霉、哦、然后就这样子一连串几年下来七八百万。那天我在跟我先生算，我先生说不止啊，你连利息让我加下去1000多万呢、啊。然后我就想说，真的是很为难了他。到现在来，他还对我很好的时候，人家都问我说：“你这个先生，你是烧了什么好香嫁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姻缘只有天知道哈。然后现在我们会很开心的还站在这个台上，是因为真的是有了超级生命密码之后，让我们自己的命运去做了改变。那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那我就是因为这样子不放弃，也不去欠人家，那虽然朋友倒了我那些钱，可是我要对会头就是守信用，因为我也不会做生意，我也不会做其他的，我只会用我的体力去做很卖力的事情，所以我也工作，然后早晚也兼差打扫的工作。那就是说运气也很好，就是老板们都很守信用的会给我薪水，这是我唯一觉得最安慰的地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工作了18年，这样子一天好多好多时间在工作，到你真正已经开始生活好转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那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那时候就一直跟我的这个好朋友，就是送我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贵人，我常常去他那边，就是跟他聊天，跟他诉说着生命中的苦。然后因为就是很忙很累，所以回到家其实跟先生聊天的时间不多。他虽然很爱我，可是我真的很没有时间，累到你躺在床上就是睡觉。然后就是这样，我先生常常也会抱怨，那我就觉得很无奈，可是你也不能对他发脾气，就只好去朋友那边抱怨，就诉苦，就发现到朋友其实还蛮辛苦，接受我好多负能量。到后来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他接触到的时候，我到后来才知道是纯纯介绍给他，因为纯纯是他的客人，是他生机饮食的客人，然后就这样很有缘。那他介绍给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本书你看了以后你会得救，你在各方面都会得救。所以我现在告诉各位哦，大家从看老师的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其实老师的任何一本书每一个字都不要遗漏。我们到后来在看的时候，发现老师每一个字都有他的力量。然后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一页，大家这一页在看了之后，你就发现到说，老师写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可能遇到，都想要去求解答的。那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工作了这样兼差的18年以后，真的好累好累，累到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呼吸都困难，胸口都痛，全身没力气。我家住公寓住4楼，我真的每天叫做爬楼梯哦，用爬的上去的。然后回到家以后要装得很有体力，要煮饭，要为家人做家事，可是在朋友面前就会掉泪，你就觉得说我体力还有多少，我呼吸困难到我觉得我的子女都还没结婚，我还有很多事没交代。结果我看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大家真的很多人看了之后很多感应，我唯一最有感应的是感恩四句偈最后一句，一切有了交代。那我就好感动说，这本书看了以后一切有了交代哦，我应该跟着他做看看。那就是这样，我那个贵人因为他还很忙，所以我通通都自己来，我问了教室在哪里我就来教室。我那时候
来到分享会，我很喜欢听分享会，因为我其实我比较喜欢用听的，所以这整本书看了，为什么我到后来只有看到老师的第一页跟感恩四句偈懂进去以外，其他的都到现在读书会以后慢慢摸索。我喜欢用听的是因为我第一次11月20号听到老师的演讲，那演讲之后我就觉得老师的演讲就那么一场，老师就又到处去奔波了，那怎么办？幸好我们超级生命密码有读书会，有分享会。那我很喜欢听分享会，是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历练，当他能够上台分享的时候，肯定是他很真诚的。那到现在来，我才知道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上台分享为什么是很真诚，因为都有看《弟子规》，绝对不能说谎话，绝对要有道德。然后我就好感动。那我先生会跟着我来读这本《超级生命密码》，是因为他觉得导师叫我们看《弟子规》，他一看《弟子规》之后，他说不得了了，里面的道德都是我要的。我这个太太再怎样，他也不敢说以后欺骗我把钱借给人家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开心。其实每一个人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的原点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就是刚刚志同在介绍我的时候说我到后来选择了一个很正确的方向，我就是在读书会越上越觉得实在是超马太好了，老师说要分享，因为我这个人蛮钝的，就是一定要上很多课，所以我先说为什么你那么爱上课，我说以前书读太少了，学历拿不够，一定要来这边拿社会资历。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超马读书会好棒哦，给我们好多资源。那我来上了之后，我发现到一定要分享，因为我们自己受益了，一定要告诉好多好多朋友，不要再困苦在自己的那个环境里面，觉得你最苦，其实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找到解答，是我们自己能量真的不够正。那来到超马以后，我们自己做了心法是这么简单的。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超马这么好，可是我工作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去推广？我真的好想分享，可是一分享我每次好爱讲，一讲半小时都停不了，然后哪有时间啊？那老板又搬到很远，搬到新店深山里面去，以前是在我家楼下，所以我还可以说中午回到家就打电话跟朋友分享，可是他搬到那么里面的时候，我没办法去用老板的电话去跟人家讲，手机嘛我又不爱讲，又花钱。就这样子，我就跟我先生讨论说，到今年的3月份，我就说，那我应该要辞掉一个工作。可是我的想法是要辞掉正职，可是我正职的老板娘实在很好很好，对人非常好。虽然她那时候说，有可能因为现在台湾的经济部改了很多的法规，让她在申请很多证照上面花很多经费，她可能不想做了。他叫我忍着看看，到10月份的时候，如果他不开了，他就会给我一笔就是遣散费。可是我等不起，我觉得一刻都不能等。那我宁愿不要那个遣散费，我也就是说我要辞职。那就是因缘际会也很好，刚好是他有一个朋友没有工作，那我就说你邀请你的朋友，因为我们是公司跟住家一起，所以他那个是别墅，他不能找没有信用的人。那就这样子，他就问他朋友说：“你愿意来上班吗？”他朋友说：“好啊，可以跟你一起上班，还可以聊天。”然后我就好开心说：“哇，老板娘终于让我辞职了！我做到4月底，我5月1号开始就没上班了。”那所以他们才会看到我几乎天天都来上读书会，实在太幸福了。然后我就一直跟我老公讲说：“我很感恩，很感恩你，真的是你有你的支持，我才有办法来上读书会。”那也有时间做心法，也有时间去做分享。因为后来我们自己在读《弟子规》才知道，为什么我的能量场这么低，我是在金钱上面这么的受挫。或许有的人认为说我是感情受挫，我是子女不好，我是怎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点，会找到超级生命密码来做一个解决。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金钱实在都守不住，我的口袋破洞非常大，大到我自己都觉得我现在很担心，可是我自己也不会不担心啊。然后刚好看《弟子规》看到，就说当你得资粮不够，
你的德在漏，你的钱财怎么守得住？我就觉得哇，我赚再多也没用，那么辛苦。后来我五月一号开始，我就专心在我们超级生命密码里面，我自己先认真的上读书会，充实自己，你才有办法去跟大家分享。就在这样因缘际会之下，我发现到很好。本来我儿子的工作，他的主管一直不喜欢他，叫他说你可以辞职吗？可是我儿子就觉得说 一旦辞职以后，我就不容易找到工作，怎么办？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妈妈，其实我很慌张。我说没工作，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孩子，硕士毕业出来，做的都是文字工作。那我们到现在来是说 不要替孩子担心，都要用祝福的。那其实我是跟他讲说，妈妈会支持你，但是希望你就是说让自己放轻松的去找工作。那就是这样，也很巧，我在超马五月一号开始认真的上课，认真的做心法，然后本来胆子很小不敢发书的人，现在也发得很勤快。就这样子，天地给了我们怎么样的资粮，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我的儿子在六月三号的时候，他的新工作就通知他说你录取了，然后他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那爸爸也更开心。然后就是这样，就觉得说，对，我自己不要做，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那一份让给孩子们去发挥，毕竟他们年轻，他们需要就是让自己有立足之地。我就觉得说非常开心，就是你在超马里面，好像你想什么，你就愿力都会达到。然后讲完自己的，我就分享一个，我先生他是不敢上台的人，但是他都会私下跟我分享说，我跟你讲，今天超幸运的，幸好有读《弟子规》。我说为什么？因为公家单位嘛，他们很多都有时候会被上级抽查，可是他们就是每个月就会有电话抽查，就是看你在接电话的时候有没有礼貌。他自己会觉得说，组员应该要练习，然后组员就说不会那么巧吧，科长，没那么巧的事。他说几年了，他说我们这办公室从来没被抽查过。然后后来我先想说，不行哎，还是要练习，没被抽查你也要练习啊，最起码别人打电话来，你接了电话是有礼貌的，人家会说哇，这个科室的小姐接电话好有礼貌哦。结果他说那天好巧哦，才演练完十分钟，有人打电话到他们办公室，然后那个小姐就想，怎么会那么巧，刚好刚刚科长叫我练习，然后练习到我老公认为说，哎，可以了，这样的语气 OK。 那如果不小心被抽到了，那就是说我们运气真的很好，也有演练过。然后回来他就跟我讲说，哇，真的好开心哦，超级生命密码为什么你想什么就是中什么。然后弟子规刚好我今天看到这一集，结果就刚好我同事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幸好都是圆满解决。那我们就是很开心，就是你在超级生命密码凡事都是圆满解决。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金丽姐的分享，有没有很精彩啊？有。像其实我们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就知道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都会有许多问题，可是你怎么样的把你的心稳住，然后去解决，这才是真的，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很感恩金丽姐，她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之后，也改变了她很多，甚至连她一家人都受益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能量。当你的能量提升了之后呢，你的周遭、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就会跟着因为你而转变了。那刚接触的朋友也没关系。什么叫做能量？有正能量、负能量，在这一本书里面都有。对，那可以回去自己好好的、一一的、仔细的琢磨参演。那接下来我们再欢迎我们的第二位的那个分享者孟瑶姐。那我们的孟瑶姐呢，她是来自我们新竹的家人。那一开始在看到孟瑶姐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他脸色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光亮，然后他也使用了我们太阳牌的对镀金过的，而且孟瑶姐她看了导师所著作的超级健康密码，然后也用了里面的肝胆排毒，然后听说非常的厉害。孟瑶姐她接触超级生命密码只有短短5个月的时间，那也因为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让她在家里面跟她的先生还有小孩子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跟进步。那我们欢迎来欢迎孟瑶姐，谢谢。老师，还有超马家人，大家晚安。晚安。我呢，就是我叫名字叫谭孟瑶，我姓谭，我是来自于熊猫的故乡。对，我是来自于对岸，就是四川成都。对，就是我是嫁过来的。是我嫁来大概是今年年底快17年。哦，好年轻哎。对，这样子啊。然后我呢，就是因为不是老师前阵子有讲吗？说老师准备跟我们对岸的石大大哈，准备说去跟他做这方面的，希望石大大能够就是有能够相互能够接受这个超码这个系统。啊，就可以帮这个系统也传回到大对岸去，但是我也蛮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认同这个，因为现在大陆蛮多人认同那个《弟子规》，因为我们叫所谓的传统文化，对他推广的非常的好，因为习大大也是一个，他受这个传统文化，就是所谓《弟子规》影响很大的一个，就是说领导者，那他也希望我们就是。对岸的人民也希望能够通过《弟子规》这样子哈，让人民就是很多，包括家庭呐、或是社会这些方面都 OK。那我呢，再来讲讲，跟大家聊一聊我的就是人生故事。我来自于我的家庭呢，是一个蛮怎么讲重男轻女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蛮，因为我只有两姐弟呀、我是老大。他就蛮疼我弟弟，啊，我呢就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就是自生自长的，反正也长得很好，就对了。知道说，因为我的阿婆自从生我下，我阿婆就不是很喜欢我，觉得我是个女生这样子。好，那我爸妈也是一个，他们从年轻就吵架，就从小我就知道爸妈还而且也打架。我有时候那时候我有懂事以来，我就一直要去拉他们，他们打架我还要去劝架，有时候指甲都会拉那个。破掉，再来到现在，他们已经70多岁了，两个老人家有时候也很太无聊了吧，还是干嘛？也会还会到前五行，因为我有时候回去呀、我去年回去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我面前也前五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嘛哈，我就帮我的就是晚上睡的睡衣，我就拿着我摸摸走，我说你们两个继续啊，随便你们两个打到谁来，我也不要管，因为我拉谁都没有。对不对？都是我说，反正你们两个就一个是我弟，一个是我妈，你们继续。我准备要走，我爸说你要去哪里？那么晚。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家庭环境，我就希望我自己有一个好的家庭。哎，那就后来认识我先生啊，就我也没想过会嫁来台湾，啊，我又嫁到台湾来，啊，我又是我先生的第二任太太，他第一任太太是因为身体不好就走了，啊，走了之后呢，他。一定是前面有小孩嘛？啊，我的问题就是，我先生呢平时对我是还蛮好，那就是只要他小孩的问题一出现啊，他就属于那种啊，你走旁边一点，类似这样的。那我呢，久而久之之后，只要他小孩有什么样的要求，他都是一个好爸爸，他就是无条件的都要去满足他，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长期下来呢，我就想说，因为我刚开始嫁，我就说我是人家的继母，我应该要做到，就是说，哎，做好我的本分，至少说不要让人家觉得我继母，因为在继母这个名词里面不是很好的那个，就认为继母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到，不要说100分，至少80分吧。啊，最后我就一直忍着忍着，啊，久了之后呢，最主要是。他的小孩最主要是说不尊重我，加上我先生也是不尊重我，
按照我啊，就是在这种久的，就是这种一直循环的情况下，我会心里不平衡。比如说他有时候啊要吃饭呐、啊，还是要什么，我自己感觉我像外劳这样子。按照我先生呢，就觉得我没有做到他的要求，或是没满足到他小孩要求，他会有一种酸言酸语。因为我先生比我年纪大，年长，就是他认为说我什么就要听他。后来呢，他就会说啊，你我女儿回娘家不用做家事之类这些什么的，还有说啊，你的命不好，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像连战的这样的富爸爸。啊，他就这样酸我的话，我久了我是不是心里很不平衡？而且我会那个脾气，就是我会易怒，会暴躁啊。这样的话就影响到，因为我也有一个女儿，就会影响到家里的那种气氛。久了呢，好，这样子就是整个环境，整个的那个家里环境都不好。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刚讲，我爸妈又不疼我，我也很想回大陆去，可是呢，我爸妈不疼我，我就只好在这里。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姐姐讲，因为看着小孩的份上，我就要忍耐呀。那不忍耐的话，那你说要怎么办呢？那我只好忍耐。我又看到我女儿这么小的份上，后来。我也就是好想说这种日子要怎么过，我才几岁这样子啊。后来呢，也就是去年年底就发生了一件非常让我很对他非常非常失望，就是因为他我们家里那时候他就卖了一块地，卖块地之后啊，那就所得嘛，因为他对他小孩就疼嘛，那他就卖了地的钱那些什么他都不让我知道。我这个人也神经大条，我就说钱对我来讲我不是很看重。那我当时后来就是我又还是有问他，说你地到底卖了没，他说没有，还没有。其实他地已经卖了，而且他已经把钱都给了他小孩了，就是去买房买车啊，还是还给现金。那我呢，也就是说他说没有就没有嘛，我就蛮相信他啊。后来就是11月的时候就被我知道了，我就是你其他的小孩都有，那为什么我女儿没有？不要说我有，那我女儿应该也是你的小孩也要有吧。他就说小孩你这个还很小不需要有，他说其他的才有。那我就觉得你这个逻辑不通嘛，对不对？那我这小的是最小的私事，这样你应该最要给他一笔钱。我先生也快退休了，让他有那个小孩的教育基金，对不对？以后才没后顾之忧这样子。那我先生的逻辑就是说，因为他嫁出去的小女儿有遇到困难，他说这个目前还没有很大的困难。我就说你这个逻辑我没办法接受，你这样的处理方式我也没办法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非常非常，我就一直跟他吵架，这样他就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我的逻辑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我为什么不听他的？后来就是，我就有跟也跟他吵了也没有用，又就冷战。人在那时候就在3月5号，一个人很无聊，就想说出去散散心，就去新竹的动物园呐、啊，就去看。刚好3月5号那时候是有樱花，我就去看樱花，顺便就去动物园那边走一走啊。后来就是刚好遇到子涵跟中原他们夫妻啦、啊，就在那边发书。哎呦，我看到他们发书。又不要钱，我心里想说又有人去就是这样拿过来就走，我就说我也去拿一本吧。因为我嫁来台湾朋友也很少，所以我的兴趣是比较喜欢看书。因为这样子遇到超级生命密码，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因为我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就快要沉下去。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当下我爸爸又从大陆他又打电话过来，就为大陆的一些就是当时他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又跟我吵架，你知道吗？在当时那种情况我真的是就说对，我就说我叫天天不地，叫地地不灵的这样子。而且我说没有谁帮我，而且每个人你去讲到这个呢，他们就是啊你要放下你要忍耐，但是我就是我要怎么忍耐，我已经忍耐成这样了，你还要叫我怎么忍耐。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子，好，我就看了千年，因为他结缘书就是千年跟那个疗愈嘛，我就看了之后，我只看到一半，千年的一半，我直接就打电话给，因为他子涵后面有留，还好有留电话，我就说你那个超码要在哪里买？他说你来就是来读书会呀、啊，对，
我就很好期待哦，因为五号接触，知道吗？他是十二号才有读书会，我就这几天，你知道吗？我就有点就是一直很期待，一直期待，就赶快把那两本书看完。看完了之后啊，终于到十二号我就去，班车超马拿到，大概我只看了两天，我就看完了。看完了之后，我就照着他做心法，一二三。我一做心法，我完全是呕的，就是完全是干呕。我整个是因为我十几年的那个气呀、啊，因为以前他讲我的时候，我先生讲我，我只有气，那时候很笨，嘴巴呀就是没有智慧的情况下，知道吗？就只能够说自己气，气到最后来，我自己满脸豆花，包括过敏，而且我的生理期都完全停掉。之后我中医西医都去看了，没看好。到最后我就说还是感恩，也是感恩老天，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是让我自己学脚底按摩，帮我的身体治疗好。所以我现在呢也从事于脚底按摩，这样子应该我觉得也是老天给我饭吃吧。这样因为要顾小孩，小孩上下课我要接嘛哈。这样做了超马之后，就后来我全身就是忏悔，特别是忏悔说，我全就是特别是上半背全部长痘痘出来，就是忏悔之后，那些之前的那个毒，就是我以前闷在心里那个毒，全部之后就是用那个在背上发痘子发出来之后，所以说志头才看到说，他说我皮就说气色就越来越好，以前是蜡黄跟暗沉这样子。好，再来就是看刚才大姐讲的，还有弟子规，就是去补漏啊。那我就说，看到弟子规，我当下就说，为什么弟子规不早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因为我就觉得，要是早出现在我生命里，有可能我也不会嫁来台湾，也有可能就是我的人生会另外一番风景哈。因为弟子规当下看到这，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有蛮多也没做到这样子，后来也有就是有些你没做到就要改的，还是要改进，没有补到的你要补强起来。好，再来呢就是多听老师的那个对录音档，还有他的歌曲，特别是老师的歌，像因为有太阳之类那些，我刚开始听，每听一次都哭一次，因为他的歌词好像为我而写的这样子哈。因为我的工作有弹性嘛，因为有客人来，我是预约制，我的客人有来我就做一做，没有客人我就听老师的，也看书，还有就是说，其实老师的其他的书也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之前的这些情况下，我就是在看老师的书，在转念，那个转念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呢，我就觉得真的很感恩，感恩老师，也感恩也在我生命当中，这个在进入中年的时候哈，能够至少说，哎，老天爷有给我一些，人生就至少由黑白转为彩色的这样子。那我现在也蛮享受说，哎，天地宇宙对我的那个关爱跟疼惜。啊，现在呢，我也对释怀了。释怀就是我爸爸妈妈啊，为什么重男轻女？因为超马里面就是那个，富有那本书吧，好像有讲为什么会爸爸妈妈有时候会特别疼爱某个人还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所谓的遗憾。所以说，我现在就知道说，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要有，就是有一个圆满的，有一个好的哈。这样子，所以说现在我先生他不给我女儿的那份钱，那份就是卖地的那一份，就是我女儿该得的，他不给我，我现在也释怀了。我就说我不要因为这样，为我女儿就是种下了一个负能量的那种阴嘛。那他爸爸不要给他，那也就是他爸爸的那个吧。所以我现在就释怀了。那我也释怀说，我先生曾经对我的酸言酸语这些，也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磨练我的心智啊，才让我有这个机会哈，就接触到这么好的大法，也接触到这么好的老师。要是说我没有接触到，我的人生是不是还在黑白，还在说不定东墙转西撞西墙这样子？对对对，那我现在就至少说，哎呦，好像活在天堂，我就也蛮珍惜这份。就是殊荣的，也珍惜老师天地宇宙给我的这份爱。
我就想说在湖口就做那个准备开一个读书会这样子，也顺便就是帮需要的有缘人哈，这样子来也可以跟天地一起来共振哈。他是从八月份开始，那希望在座的有些朋友哈，他们如果你们住台北的当然不可能去了，就是有的是在湖那个富冈啊，还是新丰，还有就是工业区那边啊，就是有你们的有一些朋友可以就邀请他们来我这边哈，去参加读书会。我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跟第四个礼拜六哈，这样子下午两点到五点，在那个就是我住爱世村呐、啊，爱世村的活动中心，就是信义街的159号，这样子可以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共振呐、啊，跟我一样。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梦瑶姐，你们又非常的精彩，对不对？是。其实啊，老师也曾经教诲过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成圣成贤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只要对自己有期望有愿就有力。那也很感谢梦瑶姐这么的发心，在湖口会举办读书会。那她的读书会呢，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两点到五点就会开始了。那如果有亲朋好友，有自己有认识的好朋友或者是亲戚呢，是住在附近，也可以跟我们的梦瑶姐联络。那接下来来介绍我们第三位的分享者，是我们的江古毅姐姐。那古毅姐呢，她在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之后，六个月里面呢，她练了我们的心法123。那刚接触的新朋友也没关系，什么是心法123不知道，对不对？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先回去好好的把书给看过。那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像小弟呢，我在去年的六月参加了讲座，又参加了5月29号的实修实练课程后，但因为不知道有读书会，又花了4个月的时间在其他的地方懵懵懂懂，又绕了一圈，最后在去年的11月又回来了超级生命密码。所以读书会真的很重要。那我们的古毅姐呢，她也因为一直在持续在参与读书会，那也因为就是在利用了超级生命密码的心法123，短短的2个月以内呢，就成就了他25年以来手足跟亲情的完美跟和谐还有共处。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古毅姐来分享，谢谢。各位超马家人大家好。好，我今年春节从陈丽珠学姐那边接触到这一本书，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十足的宅女，除了上班就是回家，然后喜欢看一些励志的书。在接触她的时候的 match 很神奇，我自己不知道，就是喜欢上她，而且一直迷上去，然后上了 Tuyo， 然后去 YouTube，然后去看到老师的步骤123，我很小心的去做步骤123，因为我怕旧的东西都还在，因为我要新的我。可是我不知道这么因缘，就在3月份的时候，因为大姐家里的一些事情，促成了我每个月都要回台北、台东跑来跑去看她。然后呢，他刚好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家里祭祖的一个活动。那兄弟姐妹因为得知我有跟大姐接触，然后希望去跟她做联系。那个时候，他对我真的很重要，秒秒都在做，分分秒秒，上班也在做，下班也在做，睡觉也在做。超紧张，于是我就学他里面的
分享超级生命密码与我的家人，成就这一次的结合。在这当中，我发现我瘦了，我瘦得有点离谱，我也很紧张，万一我成全了他们，我也结束了生命，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去做了一个身体检查，健康检查，癌症啊什么都来，因为瘦得太离谱了。当他们就这么简单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太紧张了，我特别又安排了一台车子去专程带我大姐，因为要隔开他们，万一如果再发生不愉快的言语，成年的痛又刺到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受不了，所以我很紧张，我就开了一台车，就是跟我大姐一台，我们就沿路去祭祖，然后去走走散心。这当中我的心灵成长好神奇，我可以在车上唱着感恩四季句，然后我大姐也跟着我想要学习着唱，我带着她唱，然后那时候的感动，做了你就知道好感动，好法喜。那个时候就看着太阳，因为 也是在开着车，然后就是心里面想着一切有太阳可以引导，眼泪不要流下来，因为我是驾驶员，我开的是山路，可是这一条路就是这样子安安全全的，这四天三夜我完成了25年的手足之情。在这之后我也陆陆续续跟弟弟们跟二姐们大家去做联系，那也就是在我这个礼拜我回去台东了，然后大姐主动邀约二姐到家里面去聊天，然后在聊天的当中我发现我进步了，我变成聆听者，静静的听着他们在诉说以前我为妈妈做了些什么，我为爸爸做了些什么，我为家庭做了些什么。我只有在旁边讲一句话，说吧，那段时间我没有经历，每一个人都不会经历别人的事情，他要说就给他说吧。可是他讲到一个重点，他现在已经是长期在使用安眠药在睡觉，所以我也都放下了，不知不觉了，以前所做的一些怨恨什么就不见了，就很自然就发现到说我已经没有那种念头，然后就只有过来说你去睡超嘛，那什么叫超？然后大姐也因为有看过超级生命密码，然后她也很推崇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然后在今天下午前我也是寄了幸福跟着来给台东的大姐跟二姐们。这条路真的没有他不会成全我，也感恩有太阳圣的导师，也感恩今天的主持人这么临时的推荐我，让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感恩大家。感恩我们的古意姐姐，因为古意姐呢是今天下午在参加银奴姐的读书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心情非常的愉悦，她也分享得非常开心。那可能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家人实在是太热情了，所以她反而有点生疏了一点。那其实她私底下是非常的奔放活泼的，对对对。那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之间，其实有时候只是那简单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可以化解的事情，可是往往我们有时候会选择了什么？冷漠。但其实冷漠是最可怕的杀手，所以因为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我们的能量提升了，了解到其实人生苦短，所以短短的红尘几十年，不需要去为了那一些事情去计较，
所以才化解了这么多的一些恩恩怨怨。现在终于了解到，那些并不是在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爱跟感恩。所以也就是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还有千年之约看到的这一把钥匙，两个密码，那就是爱跟感恩。有了爱，一切怎么都不会怕。所以也很感恩古意姐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邀请下一个分享者，就是我们的素敏。那素敏呢，今年初呢，因为艺人给了他一本书，然后后来就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但也在4月2号参加了讲座之后呢，让他在整个脾气上，还有在家人跟家人们还有同事间的一些关系呢，又变得更好。甚至呢，他现在每天还会去打篮球，然后还会去打太极拳，对，非常变得非常的健壮。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素敏来帮我们做分享，谢谢。够健壮。好好，那个感恩天地哈，感恩宇宙，感恩太阳圣人老师哈，然后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样的机会哈，谢谢各位超马家人来聆听哈。那虽然常在打太极拳或是打篮球，但是我刚才听古意姐姐，我还是最羡慕她瘦下来，希望自己也可以瘦下来。好，那接触超马哈，再来就是今年嘛。那本来就是自己啊，可能自己在工作上啊，就是诸事不顺，就觉得很闷哈，常常觉得负面情绪啊，然后就很爱跟同事抱怨啊，或是跟家人抱怨啊，那时候就很低潮。那差不多就是在过年的前后呢，我一个同事嘛，那就走来我的位置哈，他就很腼腆的跟我说，素敏啊，我觉得。这本书你好像需要当下听完觉得说他一定是看我在抱怨然后这样讲那我拿来翻了一下，我就看一下嘛，里面讲到一些人天宇宙啊，讲到一些爱与感恩啊，我觉得蛮不错的也蛮喜欢这样的题材。那我回家当然就是开始书呢也就慢慢看，那自己就是上网去听太阳圣德老师的音档。那发现老师讲到很多层面不管是民间习俗、人天宇宙啊，或是一些道德啊，我觉得都很广。然后真的是做人确实应该是这样。那他解释的，我觉得很符合一些逻辑那当然，后来看了一些家人们的见证啊，就觉得这东西这么神奇。那当然一开始就打开心门做实验嘛。确实。我在做实验，经过了一两个月，发现工作的劲开始在转开始好转原来可能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解决劲就在转。那后来呢？老师就开4月2号富有的课嘛，这个课我就去上上这个课呢，老师就交代很多功课苗苗感恩读《弟子规》还有写心得嘛，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去落实那你就发现很多劲变得更多那也开始投入志工了。那首先是自己脾气的问题那我个人真的是从小就蛮自大，是很自大。那自己读理工嘛，解决一些问题写一些程式老师称赞一下就好像飞上天了，自己自己好像很厉害那这种个性呢，就变得说，其实有时候不太会去听人家的意见，甚至会去跟人家有一些争辩那自己就是因为这么知道，那受到点委屈呢，就满腹牢骚，就一直抱怨，在公司跟同事抱怨，回家跟父母抱怨。他整天都在抱怨那同事都看在眼里嘛。但是你确实在落实步骤一二三，落实超级生命密码的心法，落实一阵子之后，你就发现不太一样以前人家跟你讲话他比较冲，我就直接冲回去嘛，不高兴，你在干什么
人家可能捅你啊，你就到处去说人长短，你就说啊，那人怎么这样子呢？就是反正就是很负面，那个情绪一来哦，就是随波逐流啊，你也不以为然了，你就跟着这负面情绪一走，直接反射。但是你在确实落实步骤一二三，一阵子之后，你发现哦，你的正能量确实增加了，你开始对这种负面的东西哦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那。人家开始对你的气呢，你开始发现说啊，这个气是负面气，渐渐的这个气哦，你感知它哦，你越来越不舒服哦，然后这种气呢，从100%，你可能跟着升100%，变70%，变50%，变30-40%，变成到最后呢，这样的气呢，你大概就是很容易就转念了。然后那个弟子哦，真的也是不简单哦，一开始看，我一看就。这个蔡老师哦，怎么看起来皮皮的哦？好像讲话皮皮的，看着看着就觉得，哦，这种是果然够帅哦，真的是教得很好，果然不简单哦。以前你能量低的时候，你看这些善知识哦，你就看不下去。不知道什么，你能量提起来哦，你好像开智慧哦，都是智慧。那果然哦，蔡宇旭老师的弟子规哦，就是超级照妖镜。那真的是看多了之后，超级生命嘛，不是有那个什么官网有步骤一二三吗？一开始说你有很多脾气要改嘛，我几乎是全犯哦。以前哦，我很大的时候就我哪有啊？我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我应该很善良。后来就开始反观自照，甚至读着读着呢，有的时候那些金句呢就跑出来在你生活当中。那有时候一样嘛，还是有习气嘛。跟同事聊天，我有时候就想道人长短，有没有？金句又出来了，人有短切莫揭，他就阻止了我，你知道吗？不要，就渐渐不要哈。有时候跟长辈讲话嘛，脾气臭嘛，不礼貌。金句又跑出来了，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都是庶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哦，要有礼貌哦，不能这样子哦。甚至自己哦，回到家嘛，那个包包乱放啊，衣服乱丢啊，书乱摆啊，因为小时候在打电动啊，那个我妈有时候会查房嘛，然后我就把一堆书哦丢在床上，啊，假装我很用功，反正就是哦，很邋遢啦。现在哦又比较改进哦。现在衣服一放什么，要放在沙发上，放在床上，至关服有定位不行，不能这样放啊，就拿去挂起来，书就拿去放一下，开始有改进了，当然还有很大的空间了，很多坏习惯也改了，就是刚才讲的嘛，很爱打电动，真的超爱打电动，以前打电动真的是可以打一个晚上，然后打一个晚上呢。有时候一些同伴嘛要继续打，就打到凌晨，打到早上，没天没夜，真的是打得很凶。所以之前工作很闷的时候也在打，但是确实哦，就像刚才讲了，你正能量提高了，你对这种负面的东西你越来越敏感，就不太想打。到现在已经有3-4个月了，不敢说没打，就有一次哦，同事找我玩一下5分钟啊。但是不会像以前一样，真的是进步很大，真的差很多。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玩那么凶，怎么玩就不打了？戒电玩。然后以前物质欲望很高哦，在家里就动不动在看那个什么3C产品啊，就说可能这个 CPU 什么10麦几核心啊，很快啊，就觉得很想要。然后那什么显示卡啊，那个可以处理什么啊，就可以玩到更高级的电动啊，甚至还在这边看什么，还在看车哦，他自己也有车哦，他就是看什么宾士哦，就是看什么 BMW 哦，就物质欲望很重，这边看也没有要买，就很喜欢看，就是什么车道辅助系统，什么跟车系统，就去这好炫哦，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去看这种，但是现在哦，真的是哦。就看这个东西就很空虚，你知道吗？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回去没事干，我在那边看那个，自己也虚荣心，就发现自己真的是这样子，越来越正面，越来越正面真的是不一样
然后就是再是家人的关系，然后因为以前就是很自我很自大，那在家里就是常常就是我说了算哦，有一些意见啊我不合哦我就顶嘴。那对于我妈妈呢，哦从小就不领情，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我妈我那脸就不太会笑，她就对我很好你知道吗，她其实哦她常常你妈妈是这样，有时候叮咛一件事呢她可以讲一百遍，反正就常讲，她讲久了就啊怎么那么烦哦，也喜欢随时会帮我削水果，有时候吃很饱，就说你要不要吃水果？哦，不用，啊、哦，晚上再吃，然后下午就削过来，就很辛勤，很勤劳。那每次这样呢，我看到水果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哦、不要吃啊，干嘛？那他也很好，他就一说赶快吃啊，那塞我嘴巴，啊，我就很勉强先吃一个哈，然后说好了，你先放着啊哈，啊，我也不会说谢谢。然后他也是常常帮我夹菜啊，常常，我夹不到菜，帮我换盘子啊。反正他每次做这些，对我关怀的事情，我都很排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后来就是真的是还是弟子规哦，那个蔡老师哦，前面在讲那个孝顺嘛，我真的是完全把我的惭愧之心都引出来哦，在正能量提高之后，发现自己好像开始有智慧。怎么那么惭愧啊，就觉得自己真是大逆不道，怎么会那么不孝，然后渐渐的就开始跟我妈说谢谢哦，我帮她夹菜哦，夹菜的时候她多紧张哦，不用啊，不用啦，不用帮我夹啊，不用，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啊，以前是我不领情哦，现在换她不领情哦，你就不知道在演哪一出戏哦，真的哦，我还是作用力反作用力。那后来呢，我就跟他说：“啊，我妈，你要让我行孝，你知道吗？哦，不让我行孝，我这样没有办法进到孝道，不能提升嘛，对不对？”啊，他说：“好啦，好啦。”渐渐的也开始接受了哈。那渐渐有时候就是做家事嘛，有时候洗好衣服，以前不会去晾啊，自己就帮忙去晾，等等，就是开始有进步的环境。像最近不是有那个心理身心灵的课程嘛，对，这样。我妈其实是超不想来，所以我实在想把她拉过来嘛。啊，我就跟她说：“妈，我是尽孝，我真的很爱你，知道吗？以前讲不出口，我真的爱你。讲讲啊，终于说服了，终于她也来。对，上身心灵，对，应该很上啊。然后我爸爸，啊，我爸爸。平常就是非常的固执，非常固执，他脾气又不好，他动不动就俩屌，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这脾气很大啊。他脾气大，我就脾气也大，对不对？就变成其实平常也不太讲话。上完弟子规嘛，又是弟子规嘛，那个惭愧之心一直在翻涌啊，不行，这样对我爸呢？那自从工作以后，我就开始给我妈妈钱，我就没有给我爸爸钱，我就觉得他有钱嘛，我不能给他。那后来这种良心不安一直在心里翻滚，一直在心里搅，我觉得不行，四月份了，我就拿了一些钱拿回家，我爸就谈了，我说爸，感谢你多年来的礼遇之恩，这些年让你操心了，因为我是看弟子规里面有讲啊，我爸很高兴，拿了钱说：“哦，真乖，真乖。”然后我说：“啊，抱一下啊，两个就这样抱，抱抱嘛，就是真孝顺啊。”甚至后来嘛，有时候削水果啊，削水果给他哈，爱吃哦，爱吃边吃就边说：“素敏啊，你现在当服务生啊，还有钱领啊。”整个就觉得开心了哈。那甚至父亲节的时候。早上我就传了一张，父亲节快乐的图卡，我爸看就已读不回，然后晚上的时候我想说，打个电话，以前是不会打的，打个电话回家，老爸，父亲节快乐哦，你要多运动哦，然后吃饭吃慢一点哦，因为我爸吃饭都狼吞虎咽哦，我说这是
好像几百辈子没看到食物一样。那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遗传到，真的是有点糟糕。那最后再跟老爸讲说啊，记得做心法哦。那老爸说哦，好啦好啦好啦，当然好像每次都有点敷衍啊，回去再慢慢观察。然后再来是我弟弟哦，我弟哦，我对他哦就很不客气哦，因为我就觉得我是哥哥嘛，你要听我的话。那我就常常跟我弟说，你去帮我拿一下东西啊，你去帮我买个东西啊，就这样帮我做事嘛，然后把他当佣人一样嘛。然后有时候家里有工作嘛，要做事嘛，有时候叫我去弟去做嘛。当然相处久了，我弟当然会觉得可能就很多埋怨哦，但是也是哦，也是弟子规嘛，又是兄友弟恭哦，啊，那个惭愧之心又出现了，那个良心不安，不行啊。那渐渐的，对我弟弟呢，我就开始，自己去买东西也帮他买个一份，有工作呢，以前有在帮忙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抱怨嘛，哇，好烦嘛，边做边抱怨。那现在要做呢，算了，就做，也不抱怨。然后有问题，兄弟俩都讨论嘛，看怎么做嘛，这样可能再买个器具啊，怎么去弄啊。但是就渐渐的就是也比较和睦了那。有一次吃完晚餐呢，我就跟家人说，我来削个水果好了。我弟听到他就忽然说，我是不是要做些什么事情？哎呀，果然啊，贤圣近啊，那个是《弟子规》啊。你开始去做家人都开始看到，甚至有点连家人都惭愧了。那后来又有一次吃晚餐我说我来洗个碗好了。我弟就说我也来帮忙以前都不帮忙的以前都不会帮开始帮忙甚至上礼拜周末要我妈要我弟啊去参加台中的读书会那讲完了主持人银奴姐就问我弟年轻人啊有没有什么心得然后我弟就说主要是看到家人的改变那看到家人改变，觉得这东西好像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像在上心理学后来发现道理都浅显易懂浅显易懂，而且都在讲一些负面情绪的应对一些智慧觉得蛮不错的平常看我弟在那滑手机在那打电动想他讲起话还蛮有智慧真的是不一样你发现一开始家人叫怎么叫都叫不动怎么做都不会动你真的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家人就看在眼里家人就愿意尝试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再来分享一下我的健康问题哇那个从小头皮屑都超级多那小时候我这样拨一下头发那个头皮屑整个肩膀都是这两年来呢我都在同一家理发店剪头发，每次老板娘看到都说，你的头皮屑很多嘞，然后头皮红肿，你要不要做头皮护理我有时候会去做嘛，我做完都觉得很清爽觉得不错哦。可是我隔一个月我再去光顾，老板娘说，你头皮屑很多那个头皮红肿，你要不要做头皮护理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就这样一直被念嘛，直到今年四月开始去剪头发，剪一剪，老板娘忽然说：“你的头皮屑好嘞！”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当下非常惊奇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四月份，后来五月份、六月份再去剪一样头皮屑、头皮的正常，都蛮正常的那个状况都不错到今年七月我想做实验。在剪头发前一天我大概那时候两点多很想睡觉，还没洗澡，那想说好了，那我就不要洗头好了，我就去洗澡，不要洗头，明天剪头发再洗我平常都有洗头了然后呢，以前只要晚睡我那头皮就痒，或是没有洗头，头皮还是痒，那头皮就很多，今天是双管齐下去了解一下一到理发厅，老板娘剪头发然后我当然我自己觉得有的，
然后后来我就问老板，我头皮油油的哈，啊对呀、啊，那头皮状况怎么样？不错啊，哎呦，从小头皮就多，头皮又红肿，经过这样子晚睡又不洗头，实验一下怎么，还是不错的状态啊，真的是不太简单。那再来就是，我从小有严重过敏，鼻子过敏。像我老家在台中嘛，那我大学之后就在可能中壢这边读书嘛。那有时候这边环境习惯了，我会回到台中呢，我就整不舒服，就开始打喷嚏嘛之类的。那我家有养猫啊，那有时候我就进猫房嘛，其实光在猫房里面那些闻到那些空气啊、猫毛，哇，我就不太舒服，就开始流鼻涕，开始干嘛。那有时候那个猫看到你肚子饿嘛，撒个娇，喵。那个声音是聋那你就忍不住抱一下，捂一下，这样一坐就糟糕了。我就开始不停的流，开始那天晚上呢，可能就喷嚏就狂打。我妈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刚玩猫啊。”她说：“以后不要玩猫甚至流到停不住那一直擤鼻涕很痛苦。那我就拿两个卫生纸在那塞。那也不是只有这样甚至更严重的时候是整个脸整个前面的胸口都会痒，很痒，真的很痒。那个发作又打喷嚏又痒，有时候受不了抓一下，好爽抓完之后就完蛋了，这下好痛又痛又痒，真的是受不了。我最近发现，我怎么？最近这半年都没有发作，而且没吃什么保健食品回家一样玩猫也是闻闻它，抱抱它，怎么都没什么感觉。然后发现这样的情况不敢说100%好，但是至少好了70%以上就是你一直发现这种从小的问题，就一直在改善所以真的一开始接触超马了。但一开始就很诚心了，但是我也没有预期有什么特别的结果。但是确实在学习弟子规，学习一些智慧，你就发现真的在圆满你的家庭工作，就是靠智慧去圆满，靠弟子规的智慧。那有些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像什么生病啊，什么，有时候真的是卡在那边，跟同事结怨，怎么办都做不到你确实透过心法调动天地宇宙的力量，潜移默化当中，这种事情就开始在转，连你都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就这样不求自得，那真的是连我后来都觉得惊喜连连。所以，因为如果在场很多新朋友，真是不妨试试吧，不妨试试。那相信实修一阵子呢，会看到许多结果。那感恩天地，感恩宇宙，感恩太阳神的老师哈，谢谢今天的分享，谢谢。谢谢我们的素敏，有没有觉得他在讲的这么巨细靡遗的这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道理存在？那其实呢，小弟我自己的题目呢是《弟子规》真的很重要。那《弟子规》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在去除我们的习气，所以大家能理解到，当你去除了你自己的习气，然后再借由超级生命密码的心法来做实修实验的话，其实不管在你的人生生活，还有在你的身体的病痛上，势必都会有所转变。只是老师也一再的教诲我们，就是要有耐心的持续的去做，一切自然天地都会有所交代。那我也记得弟子规的总序就很重要，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一开始就叫我们要孝顺，要悌就是兄友弟恭。所以我自己在家里面也是如此，当爸爸妈妈的感情不和谐的时候，渐渐的我感觉到这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也跟了我的大哥跟我的二哥，跟他们我也写了一段话给他们，这也是弟子规里面写的，就是跟他们讲，古人有云，
同气连枝各自容，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冷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其实因为古圣先贤的智慧非常的具足，也非常的远大，然后如果我们照着古圣先贤这些智慧，然后再加上导师所给的超级生命密码这些的无限的大智慧还有心法，那我相信其实渐渐的生活上的许多问题都会慢慢的改善。那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第五位的分享者秀琴姐，听她说她结婚之前啊，先生说她要改变她的脾气啊，可是后来她先生也放弃了。那结婚之后一直到现在，也因为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让她在整个心境跟情绪上有很大的转变。那现在就让我们来邀请我们的秀琴姐来做分享。其实我们秀琴姐也默默的一直在邀请的很多朋友哦。谢谢智陀，敬爱的太阳智德导师，还有全球的超马家人，晚上好。好，我是秀琴，我来自永和哈，那很开心今天再度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进入超马之前跟之后的一些心得。记得我是在12月中旬，有一天我在要搭捷运的时候，一个天云文化的志工就送我一本小小本的疗愈权利。当下呢，我在车上我就看着他，看着看着里面太阳圣德导师讲的一些哲理，天地的真理真的吸引着我，我就迫不及待的我就翻了后面的电话，还好我终于找到了天元文化，那我就去带了一些书本包包，当然最重要的超级生命密码回家。为什么进入超马之后我会一步一步的去做实验，去借着这样简单的方法去改变我的人生？因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只要是清晨一醒过来，你的心是慌的，你是闷的，那种感觉，因为没有人会逼你，但是它就是在你的心中在那边蠢蠢欲动，然后让你开始真的闷到无所适从。有一种就是像那个太阳圣德导师讲的，你知道你的方向在这里，可是你就是摸门不着，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到底是在哪里。那当你一个人你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是去寻求一些的资助？后来我这样讲好了，我跟我先生这长时间来40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一种拉锯的你来我往，一种拉锯战举举例子好了，最小的例子，比如说他晚上浇花，我就说你不要那么晚浇花，滴滴答答一样差点老卡哈，我们现在摘起来啊！我就说，他爱什么时候教就让他去教，可是连这种事情我都想要去扯上，就是说爱去插嘴安尼哈。所以，我发现我后来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我就看到其中一个章节哈，先生他听了你这样讲，他有不悦在他的心底，可是他不会讲出来，日积月累下来，造成了那股巨大的负能量，更是回应在我的心里面。难怪你就是每天的慌。我竟然有一次两个就是在那里一句来一句去我就说，你会英文又怎样？你大学毕业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的话竟然出自我的口中，你知道吗？事后我也想想，这个先生是我挑的，当初是我要的，现在你竟然的去否认他，那不是打自己嘴巴吗？就也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也很少在孩子的面前去说爸爸的好，先生就说我先生有多好。我想一个人总是有好的地方，但是你
因为经常的你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的，谁也不服谁，最后你说我要去抢他的好吗？你一丁点都想不起来，所以孩子听不到父亲的好，听不见我的赞美。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三个孩子哦，他们有什么事情就是找妈妈，他不会去找爸爸。也因为这样子，当妈妈呢，你就是要忙进忙出，你张罗这个处理这个，婆家的事娘家的事，然后有的时候那种形容就是说你心力交瘁。为什么我会忙成这样？有一次我妹妹还告诉我说：“姐姐，你就像一个轮子，一下看你在台北，一下看你在高雄。”这个就诚如前不久，就是我们啊7月29、30号的时候，我们的课程里面，太阳圣德导师讲的说，当你忙到像轮子，就说你非常忙的时候，你要回头过来，你就要小心，你要去看看你自己。那我这样讲，就说那时候我真的在忙孩子、忙家里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有一句谈话就说：“你这个老寡好强啊，老了。”就是那时候，你的心真的是非常的无助，也非常的无奈。所以，当我在12月中，我遇见超级生命密码，也在导师的12月27号，我在台北跟他见面。那时候见面呢，其实没有真正的照面。我们那时候，天元文化是在南京东路的时候，根本没有位置。我是坐在后面那个小房子，我只听了导师的声音。那时候每一句话真的会去触动你的心弦。当要离开的时候，那时候才开始接触，你也不知道拿书给老师签签名怎么样，就只这样惊鸿一瞥的就去跟老师照一个面就离开了。事后我就看着超级生命密码，我就照着心法这样子去做。8个月下来，这8个月当中，我在走路的时候我会去唱感恩四句偈，然后我参加很多的活动，读书会，大型活动、小的活动，然后买书，还有把那个我们叫我们的招委寄一箱一箱的这个书籍。我想有在超马活动过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因为你就是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些好你去分享给你周围的人。我就是这样子做着做着，这个能量哈，它真的就是一分分、一丝丝的在转动。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捷运站里面，我就跟一个朋友一件事情要见面，我就带给他一本疗愈权利跟一本千年之约。当我拿给我朋友的时候，事情谈好，他书拿回家了。2天以后，他写了给我一个 line， 他说：“秀琴，我要跟你见面，我有很多话我要问你，你给我2个小时的时间，我请你喝杯咖啡。”当然见了面的当下，超级生命密码一定是我的礼物之一，我送给他的礼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他告诉我他那天在捷运站看到我的时候，他说这2本书本来他是不想拿的，他说在1年前他看到我跟我那天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我整个脸的线条是融合的，是和谐的，他看到了我脸上的喜悦，所以他接受我给他的礼物。那当下我们就一直这样的聊着，那之后也有很多感动的事迹哈。也因为这样子，我带出了一个这样的朋友的故事哈。我真的告诉大家，他跑得比我们都快。虽然他5月份在加拿大，可是他在我们7月份的活，6月在加拿大，那他在我们的大型活动里面，他人没有参加，可是他给出了1000本的超级生命密码跟大家结缘，就他就说这是他想要做的，因为他说《千年之约》那本书里面讲的故事都是在讲他，他是一面哭着去读这本书，一个晚上这样子去看着他。更棒的是9月份他会又会回去加拿大，然后我们那边的活动他会很热情的去参与。更棒的就是我们的8月19号的课程哦，他也邀请，就是请他的儿子在国外哈，改变孩子的航班，飞回来上导师的8月19号的滋养班。
这样讲好了，我真的我不知道他跟他的儿子去讲了什么，谈了什么，但是有一点我确认我知道，就是他要让他的儿子也领受到天地的这份大爱，他希望孩子能够接上这个源头。我们在这里真的祝福哈。然后我们不是会谈到弟子规吗？我觉得我在这八个月之间，老师讲的我们就是跟着做，同学分享的我们真的记在心里，听在心里，你也要去落实。我就记得两个礼拜前，我一个朋友寄给我一箱的《弟子规》的画本跟德育故事，因为我孙子回来嘛，我孙子是小六。我刚刚讲到了说脸上的那种表情的事，谈到我孙子，我才想到为什么那时候我的朋友会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因为看到你的脸上的表情变了，我是不会要你这份礼物的。我记得大约在五年前，有一天其实是在傍晚的，我就带着我的孙子，那时候大概七岁，他在黄昏的时候在公园溜那个滑板，那我在帮他录影，然后我孙子远远这样滑过来，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阿妈，你的脸怎么在生气？小孩子六七岁，那他在滑着他的滑板，我在录影，我是开心的，但是那种表情在孩子的心里你是生气的。我说没有啊，因为可能那个太阳光反射阿嬷的脸，因为我眼睛看不清楚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告诉大家，其实那时候太阳公公已经在告诉我，你内心的那种恐慌展现在你脸上，已经是用生气来呈现在你的脸上，我却是浑然不觉。那当那一天两个礼拜前我收到这些课本的时候，我先生刚好也是这么的巧，我大女儿在电话中跟爸爸就有一点点生活认知上的那种共识不太一样而已哦。爸爸就来讲，他说：“哎，这猪哈，咱这三个囡仔先看，这好孙啊看。”我就真的也很知道，我说不是给孩子看，是我们两个要先看。我也没有讲得很凶哦，我就这样讲。可是我知道那个口气哦，因为长久之下来，他怎么听就怎么不对。他就说：“哎，阿玲，你在讲我教囡仔教的呵。”他就一那个不悦的口气就出来。我马上警觉到，我说：“不是啦，我是说我啦，我要先看，而且我要做到。”其实我在讲的当下，我真的有很多地方，真的我要去反省我自己哈。一个当太太跟当妈妈的，你干嘛要这么的刚强？因为老师的几堂啊，女人花，我真的刚刚讲跟各位分享哦，老师回国以后一月份的三堂女人花，我原先以为说，我约了两个朋友，他们都没有来，我以为这两个朋友非常需要，可是我三堂课下来哦，我觉得最需要的那女人花的三堂课其实就是我，还好我上了，我一点一点一滴的去改变我自己，照着里面的去做。无论如何，我觉得生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了。后来我跟先生这样回答说，没有啦，我在讲的是我自己，我真的要看，而且我要做到。哎，先生的声音就没有了，我觉得家里的气氛真的就没有僵住在那里，没有那么的可怕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一切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哈。好，我想因为时间也有点晚了哈，我觉得新来的朋友，你听我这么说，你会觉得一个人的心你再刚强，你再有能力，我跟你讲，天理，你一当一个女人呢，你就是要一颗温柔的心哈，你是要那种温柔的女人，你展现出来的家里的和谐程度，因为是你在引导着哈。那我记得前不久太阳镇的导师说，他说我们每天用了天地这么多的资源，他要问自己，我们用了做天地这么多的资源，然后我们又为天地做了什么事？我想今天晚上我祈愿大家借着我的分享，也来表达我对天地的敬意，然后也希望我们是为天地做事的那个发光体，我们去分享超级生命密码的发光体，让世界更美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你们的聆听，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我们的秀琴姐，有没有觉得很感人？其实啊，我们人啊，只要有想做的事，就要活在当下，就要去做，没有什么晚或不晚的。你说晚，都是只是自己给自己的借口，真的就是这样。那接下来也要介绍下一个那个分享者艺人，嘿，不是嘿，红豆加艺人，嘿嘿哦，艺人呢，其实呢，我要帮他找他的同班同学。他也是在11月20号参加了《真的在乎你》的讲座，对，然后才结识了超级生命嘛。那也因为艺人的出现呢，我后来在跟他畅谈之中，我才发现原来他是我高中的学弟，对，而且还小了我6届，对，我也老了，没有。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欢迎艺人，他怎么样在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之后，让他连续4到5年内都一直抽烟，然后而且20几年来的偏头痛都好了。好，欢迎他。老师好，然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超晚上好，是艺人。我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那时候参加真的在乎你讲座，然后那时候去听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老师在台上讲什么，就一直讲正能量啊、负能量啊，然后就是还有介绍学员上去分享嘛，然后那时候学员分享就是很多不可思议，什么身体不好的啊，身体变好了、啊，然后没钱的失业变好了、啊，然后。这些事如果用正常的逻辑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就当下也没有说，也没有再多想，就带着疑惑还有《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就回家了。然后我也没有看，但是老师说实修实练实证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公司，我就看到我同事啊，就是感觉负能量很强，然后一直抱怨。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说啊。实修实练的机会到来了，我就把这本《超级生命密码》交给他，就看他去实修实练一下。然后，对，我没有自己先实修实练，我是先交给朋友，但是我记得要实修实练。对，然后我就过了大概不久之后，就问他说：“那你看这本书看得怎样？”他说：“哦，这本书很棒，跟我以前过去的想法都。”很接近我觉得都很 match， 我都可以看得下去。我说哇，这么厉害！然后他说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心法可以做。我说他就讲得很像很厉害。然后我看他好像也真的变。然后我就想说这本书到底是写什么，怎么这么厉害？他应该也没有跟老师串通好了，台上的那些才可能。我想说啊，我要赶快回家看一下。然后回家就花了2个礼拜，就慢慢看看完了。然后就觉得哇，好像真的蛮厉害的。就尤其是看到那个什么。类似啊，什么宇宙能量街，对，然后看到哇，老师怎么这么厉害，还可以进入到宇宙的后台，然后还可以输入爱与感恩之后，就看到地球变了，这什么，怎么会这样？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然后后来就是朋友又邀请我参加原来很富有讲座嘛，因为我第一次其实也没有认真看老师到底长什么样子，自从我看了那个能量街之后，我就想说这个。能量街这个东西这么厉害，我这次一定要看清楚老师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认真的看一下、啊。奇怪，就是一个平常人啊，怎么可能一个平常人可以进入到宇宙的后台，然后还可以输入爱与感恩？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同事也有去，他坐旁边说，不可能，这些一定都是串通好的，不可能，我又不相信。我自己拿给他，然后我还跟他说这都骗人。对，然后他就叫我说，啊、你就展开心胸相信一次嘛。然后我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读理工，我就觉得说，不可能啊，这些都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会这样子？这我无法解释啊。结果他就一直叫我说啊，你就敞开心胸，就相信一次嘛，就当自己是笨蛋相信一次。我说好吧，我同事这个同事也很好啊，他就买了一张实修实练的课送给我，叫我去参加。对，他真的也算是我的恩人啊。对，就叫我去参加。然后我本来。也不信的，就是那一天，就是实修实练课，老师有带心法，因为大家都闭眼睛，其实我打开眼偷看一下，大家到底都在干什么？我就看一下，怎么
怎么有些人在哭，然后有些人又怎么好奇怪哦，好奇怪。然后我就看到老师又很亲切，然后我就好像真的当下被那股能量就是感应到我全身。然后后来我回家就是也是敞开心胸，然后步骤一二三也做啊，然后读书会也去啊，发书也去啊，弟子规也看啊，就是该做的都做啦。然后就是做了大概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就是真的改变很多。就先从我的情绪好了，我从小哦就是脾气很不好，我家人都不太敢跟我讲话，就是他们就说啊，那个张毅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在不爽，等一下跟他讲话他要跟炸弹一样又爆炸，都不敢跟我讲话，说不要跟他讲话，不要跟他讲话。然后我妈就家里都不太跟我讲话，然后我本身又很冲，我就是感觉就是吵架王。我家哦那个三楼的邻居哦，我跟他吵过架。然后一楼那个卖牛肉面哦，我也跟他吵过架。还有一楼卖早餐的，我也跟他吵过架。然后一楼隔壁的另外一家早餐店哦，我也吵过架，都吵过了。对对对，我就从小就这样。然后公司跟我的比较资深的同事讲话，然后同事说啊，你讲话不要那么冲，我就是很冲。对，然后我跟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在彰化工作，然后他大概只有五六日会在家，所以我几乎很少跟他讲话，一跟他讲话就是吵架。我自从就是做了这些之后，我发现自己脾气有改，就是以前我都不想跟我爸讲话，因为我爸是那种什么都他说了算。像我家之前要换沙发，然后我们就去全家都去逛，然后逛一逛，我爸就说他就走到他喜欢的旁边，然后全家人在看他也不管，他说他就是要买这一张。我心想说那干嘛全家人去逛，就你去逛就好啦。对啊，然后他就坚持要买那个，他说买那个木头的，那个很硬啊，不能啊，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就算。然后后来就说啊、要买饮水机，啊你不要买那个饮水机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全家都他说了算啊。然后他就是很固执，我不想跟他讲话。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躲在房间，我就用我电脑，我完全不想跟他讲话。吃饭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吃饭，对，会肚子饿，对。然后后来我就是，我爸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会跟他在客厅看电视，然后跟他聊一下什么的。然后我以前父亲节的时候都是看就是全家去吃饭的时候，看到我哥哥啊、弟弟啊，跟我爸说父亲节快乐，然后奶奶啊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这样就是很就是敷衍这样。然后这次我也是特别自己走去我爸的房间，然后走进去跟他说父亲节快乐，然后包一个红包给他。以前我是不会这样的，跟同事之间的相处也变了，同事也说我变好了。然后以前看到亲戚也都不想讲话，就觉得亲戚都是敌人，都不想讲话，就是要躲起来躲起来，就是对，就觉得问东问西问很烦，然后就不想看。现在亲戚也说啊我变了，对，我姑姑也说我变了，然后我就拿草蜢给他看，然后说因为我觉得你变了，所以我愿意看。然后我表妹也觉得我变了，然后因为我觉得你变了，所以他昨天有来共享，他说共那个共修，他说我愿意来，对，就是因为我变了。然后还有就是对，偏头痛，就是我照这个方法做有没有？我现在二十七岁，我有印象以来，我就是只要那个天气温度变了，我就会头很痛。然后以前就是觉得夏天头会痛，就是我妈说啊你中暑啦，我来帮你刮痧，刮一刮之后你就会好。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印象的时候，小时候刮的时候还有用，就是越长大，就是刮完之后还是很痛，就是刮完之后我还是去拿一颗普拿疼来吃，然后就不痛，就很奇怪，一直痛都没办法解决。然后太冷的时候头也会痛，然后我问妈说：“哎，你这个我这个头怎么痛？”那遗传呐，遗传呐。他渐渐的，就是这三个多月哦都没有痛，很奇怪。照理说我有时候吹冷气啊，从冷气房出来，然后又去外面又被太阳晒到，就是冷热交替的话，头就会痛，就没再痛，很奇怪。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会抽烟哦，就是因为我家有我爸爸、我哥哥、我弟弟还有我，啊，他们每个人都会抽烟，然后就是妈就说啊，你不要抽烟啦，那个小孩都会学啦。对，真的就是跟《弟子规》一样，就是如果爸爸做什么，然后儿子就会做，所以后来我就是很怕这件事，我也怕就是说。以后小孩会抽啊，然后我也知道对身体也不好。然后以前想要戒烟，就是因为你会抽烟，你一定会有烟友100%。然后你不抽，他说啊，很久没见面，先拿一根给你抽，然后就开始抽，然后抽一把说啊，已经没有要抽了。然后后来他给你抽一根，然后你烟瘾又起来，想说啊，回家啊买一包好了啦，先买一包啦。然后想说啊，这一包抽完就不抽了哦。然后之后还是继续抽。那自从看了《弟子规》说的就是要身教，不能抽。我爸爸就是因为我爸爸抽我才抽，所以。
如果我以后我儿子不抽啊，我也一定不能抽，所以我现在也不抽。对，刚开始是真的蛮痛苦的，所以我现在 也真的是不抽。对，然后还有就是公司上的问题，就是那时候主管就是要很多同事一起做一个工作，然后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说，我的专长不是做那个，就是主管就叫我去做那个，然后他就是有分配一个 team 去做，然后那时候就是说，同事也不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事每个就是有方法，就是很会打太极，他就开始打，啊，我就比较乖，我就是认命就是做，然后我也很不懂，就去问比较资深的同事，然后资深的同事说，啊那个你要自己看啊，你要去 K 啊。然后他就感觉就不教我，然后我就很冲跟他讲话，哎，你讲话怎么那么冲啊？反正就是无解。然后过不久，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那个主管就是会来看，就是做的怎样，然后叫去问，然后问就叫就等于就是叫去教育，他就说啊，直接要教育一下，一教育就教育了四十几分钟，都讲一些就讲一些很伤人的话，什么工作不是只有领薪水啦，呱呱呱，然后很痛苦，我都赶快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就发呆，不然真的很痛，对。然后我就照《弟子规》说的做，就是我也不想去抱怨了，就认命就做。然后以前就是一边做一边抱怨，以前我就是去问那个比较资深那个同事，问他，他就会叫我自己 K 什么，然后我就跟他纠缠，就是想办法学到一点点之后，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如果别的同事来问我，我干嘛要教他？我自己那么认真的去跟他学，还要低声下气跟他学，我干嘛去教他？他不会自己去问另外那个资深的同事，干嘛要我？什么都要我？对，我就是这样，以前就是这么抱怨。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上网络共修啊，老师说要共好共荣嘛，就是一个团体一定要共好共荣，才可以把事情做得比较好。就是我也是用共好共荣的，就是如果后来就是同事来问我，我也都是我知道的，就是全部教他，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这样做之后，事情也越来越顺利，越来越顺利。现在主管也知道是我算比较认真的，对。然后主管就说啊，这个事情比较多，就是我要叫我多操一些心，然后多认真一点，然后就是教大家这样。所以对，就是反正有在做，大家都看得到这样，所以我也没有去抱怨。对，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改变了很多，真的很谢谢超马。对，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我们的艺人。对，其实啊，只要认真，就是照着《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如法的实修实练，真的改变生命地图，其实没有这么困难。那也诚挚的邀请新朋友，在你们的纸袋里面有一张各地读书会的一个资料。那我们在这个天元这个教室，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读书会，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那也在此也感谢今天来到这边参加分享会的所有家人，谢谢。